当时艺展局咧，其实好似一个文化局咁。喺我哋起初成立，我哋对佢有好多期盼嘅，呢个系能够为香港嘅文化发展咧，奠定一个大蓝图嘅。我哋文化委员会工作咧系任重道远嘅。文委会呢个检讨咧就系历时三年嘅。佢當時係好希望咧，好，我哋不如再成立多三個諮詢委員會咧，係再討論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好詫異，係越傾越窄，係已經係睇唔到一個真係一個宏觀嘅一個前瞻嘅一個文化規劃。文化政策在香港讨论了近20年，一直被批评欠缺长远目光。成立文化局是特首梁振英的竞选承诺，这个承诺会为香港带来什么文化愿景呢？又怎样纠正目前的乱局呢？將呢一個我哋自己做嘅模型咧，可以推出街，咁令到多啲人知道呢個校園係點樣嘅。同一時間預意我哋將會被搬啦，但係呢件事係好可惜咁樣。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六年前開始向政府租用呢一棟歷史建築物做校舍。年初大學收到產業處通知，九月份開始加租。由月租50,000加到300,000，加埋古迹维修等等嘅费用，一年租金将会加到600,000。校方表明负担唔起昂贵嘅租金，月底租约期满，学院就要搬走。喺香港嘅唔同嘅视觉艺术空间都遇到政策嘅问题，譬如1998年嘅时候游街，之後有牛棚的事件，跟住 JCCAC 管理問題，跟住到我哋，都是反映到文化政策好像忽略了本土真實需要，或者一個長遠的需要。咁其實就呢一個禮拜，我哋總共 send 咗三封信去俾唔同嘅部門嘅，咁啊追問佢哋點解要加租，同埋即係同發展局講嘅話，我就係管啲古蹟嘅啫，咁同教育嗰邊講咧嚇，咁佢就話我哋已經批咗錢咯。我哋問過產業處，佢嘅答覆咧就係、是、所有嘢咧都同緊浸會大學溝通緊。咁同學校講，學校就一路同我哋遊花園。校方安排師生喺九龍塘新落成嘅教學大樓上堂，但係學生反映大樓提供嘅空間根本唔適合創作。呢個地方咧，其實就係做石雕嘅地方嚟㗎。香港比較少地方可以做到石雕，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冇咁大嘅户外空間。譬如呢、這個做鑿石嘅牆喺新大樓或者幾多樓咧，係3樓。咁你諗下，我哋要搬個石去會幾咁複雜？呢一個房咧，其實就係我哋嘅裝置藝術室。
十幾呎樓底咧，就算係話我哋度身訂造而出現嘅一個新大樓咧，其實都冇咁高樓底嘅。呢、這個高樓底令到學生可以做嘅嘢嘅想像力可以大好多。政府就冇一個整體嘅藝術教育政策。我希望文化局是一個可以聯繫到不同的部門或者不同的部分，怎樣可以配合到整個、地方整個城市的文化需要呢？爭取投票再放狗，爭取投票再死狗，我要美的狗，我要美的狗，不要美的狗，不惜活化，不惜活化。今年七一遊行，一班關注文化發展的藝術家走上街頭表達訴求，當中包括一班在工廠大廈從事創作的藝術家。兩年前政府提出活化工廈政策，幸昌集訪問過在工廠大廈舉辦音樂會的團體，他們因為業主要收回整棟大廈，第一次被迫遷。一年前地政署指举办音乐会违反工厂大厦用途，他们第二度被迫迁。地政署就很喜欢说、不符合工业用途，那条例其实是五十年前去定的，就算是政府的官员他都觉得是跟不到现在的发展的，但他會跟你們說你倒不如繼續在灰色地帶裡面做，但其實原來每個局呢，其實他橫向的溝通是很少的、發展局可能不搞你，民政可能不搞你，但地政會搞你的，消防會搞你的，所以其實政策上是真的停留在那裡，然後沒有一個人是夠膽去拿起個責任、去承擔。所以我們說來說去，為什麼很想有個文化局去發展呢，就是其實發生呢，就是希望真的有一個對口單位讓我們講到所謂文化面向的是什麼回事呢。在香港創作獨立音樂，除了表演場地難找之外，發行唱片也不容易，有本地獨立樂隊曾經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出版他們的唱碟，但是得到的回覆就令到他們很氣餒。即個門檻是需要你們是一間有限公司，同埋你們需要有五個Directors Board 嘅成員咁，嘅嘅董事局成員咁樣類似。咁我嗰下就諗，就覺得即搞藝術點解要有一間有限公司先至可以過到個門檻呢？即香港的法國文化協會，他們會有一個 artist fund， 他關注的東西是你做過什麼，他真的想去明白你做什麼，而去看你做的事值不值得我們去幫忙這樣。而香港藝法局的感覺就有些是不緊要，你做什麼都，你總之是有限公司先來說。一拳政府每年投放28億在文化藝術活動，佔政府整體開支1%。康文署手握近20億的撥款，主要用作場地管理和安排節目。另外，資助民間藝術團體就由藝術發展局負責。由成立至現在17年，藝術發展局每年的撥款只是維持在1億元左右。藝展局已經沒有這個文化政策的角色了，將它變成了一個純分子的機構。何慶基是藝發局的創局成員，他慨嘆這個機構不單止已經淪為撥款機器，更加令他憂慮的是藝發局有自我膨脹的傾向。藝展局應該盡量將所有的活動呢是交給民間去做，很明顯我看到現在是相反的。你看回藝展局的財政年報呢，我估計至少三分一的開支呢是
用翻喺藝展局自己本身嘅運作上高嘅，或者自己搞嘅節目。嗱，呢個咧係令人震驚嘅。我哋呢個團體咧，本來係一直都受開呢個藝發局、香港藝術發展局一年嘅資助嘅，咁就係過去呢兩年我哋就冇咗啦。你睇翻藝發局佢哋自己主導嘅項目，譬如先浪潮啊，每年係講緊花400万嘅，我哋嘅電影節獲得藝發局嘅資助係每年講緊20几万。推廣獨立電影創作嘅崔允信，每年都向藝發局申請資助，舉辦獨立電影節。佢質疑藝發局分配資源嘅準則，更加唔理解佢扮演嘅角色。最大嘅問題就係你成班人喺度爭取咗啲錢落嚟啦，有個影響多咗啦，就係自己使咯，而下低就永遠得咁少啦。呢個角色係培養民間嘅機構啊嘛，好多民間機構因為過去冇經驗，可能未必馬上達到呢、這個，咁你的角色就係點樣栽培佢哋啊嘛，係咪？個思維即係下下個思維搞大 show。整靚嘢，而自己控制翻整個場面，呢個係個錯誤嘅思維嚟嘅。政府架構重組仲未成事，文化局雖然未成立，但係局長嘅人選早前就引嚟各界議論紛紛。一度盛傳會出任文化局局長嘅黃英琪。2000年出任文化委员会委员，曾经就香港的长远文化政策出谋献策。他说当年文化委员会进行了3年检讨，最后换来的结果竟然是要再做咨询，所以他很期望即将成立的文化局可以制定和执行一切和文化有关的政策和活动，唔使好似而家咁架床疊屋，浪費資源。而家文化藝術撥款咧，你可以話佢百花齊放又得，你可以話佢政出多門又得。康文署咧係一個巨人嚟嘅，佢擁有嘅款項係20几亿。民政局呢幾年咧，佢自己又開始咧係生咗好多基金出嚟，藝能發展基金啦。亦都有粵劇發展基金啦，亦都有一個文化藝術交流基金啦，咁佢都成為一個撥款嘅中型户啦。我哋香港行嘅路係繼續政出多門啦，定係應該係將嗰啲文化資源去整合，係有一個公開透明嘅機制，係令到文化藝術界係知道應該係點樣去申請，咁而申請亦都平起平坐，咁會唔會係更加好呢？除了重组架构、整合资源，怎样分配拨款亦都将会是文化局另一项焦点工作。香港有九大旗舰艺团，由市政局年代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得到政府拨款资助。但是今年九大艺团的拨款一共2亿6千几万，是艺发局的3倍。香港是不是永遠都只有九大的呢？我們是由用什麼機制，用什麼去審核一些現在是受藝發局一年資助好、兩年資助好的一些團體是進入到九大，譬如明年九大可不可以變成15大呢？我想這些完全是一些發展性的思維。如果我們的文化政策是沒有一個清晰的方向的時候，我會睇到政府咧係唔係好願意去加大嗰個經常性開支嘅。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咧，佢係有好多好偉大嘅諗法嘅，佢亦都好希望成個香港咧多啲藝術嘅氣氛。但係我哋而家藝術又落唔到區噶嘛，呢個就係文化局佢會對文化嘅推動。嘅發展係有啲咩嘅視野？一方面佢要推動咧文化藝術嘅卓越嘅發展，另外一方面咧佢要推動咧文化藝術係要深耕到去社區。香港故事館位於灣仔南屋建築群，行為藝術家阿謙年初開始擔任故事館館長。
他希望将文化艺术和社区相结合，等艺术和公众拉近距离。我哋见到香港之前未有保育的地方是留屋留人咁样发展嘅，咁而且今次除咗留屋留人之外，仲加咗艺术同文化嘅元素落去。点样去令到居民或者街坊可以多啲创作嘅机会，或者去了解究竟点解生活里边咁创作系咁重要咯？故事馆每个月都会举办黄昏音乐会，邀请本地音乐人同街坊藉住音乐交流，增加对社区嘅归属感。每次黄昏音乐咧，其实有阵时嚟嘅朋友，佢觉得最吸引嘅，除咗音乐之外，可能是街坊，很多街坊會自愿幫手煮嘢食，整糖水，將自己屋企養咗三五七年嘅酒拎出嚟分享。咁喺呢個活動裏面咧，這個參與咧，其實係對街坊嚟講係好重要。社區藝術最尾某程度上嚟講係改善人嘅生活啊嘛。喂，师傅，好，嚟活花厅啊，送个活花布俾你睇。今期讲咧有间花铺咧，嗰、那个角落头嗰间花铺执笠啊。落到嚟社区嘅时候，一个朝头早八点开工到夜晚十二点收工嘅一个小贩嘅工人咁样样，咁其实艺术同佢哋系咪冇关咧？咁样样搞咗活花厅就其实想试验艺术活化社区里边嘅可能性啦。李俊峰三年前同一班艺术家将油麻地这个街铺化身成活化厅，举办不同活动，令街坊明白艺术和生活息息相关。这一日，他们就请了一位九十几岁仍然致力更生卖雪糕的伯伯同街坊倾偈。你今天这么得闲过过来探望我们这条街坊的？我来方便街坊的。Community Art 正在是我真的直接跟你是interact 紧啦。这次活动我觉得完全是街坊同伯伯有接觸，而唔似你喺一啲博物館度睇一個藝術品。去到社區藝術嘅時候咧，我哋就嘗試咧去發掘一啲香港咧有價值嘅嘢。咁我哋就嘗試將呢啲嘢帶去呢個地方，而呢個地方咧俾佢發生喺呢個地方度，係啦。咁其實我會覺得係呢一種嘅教育咯。香港而家投放起一啲草根一啲嘅藝啊咁樣。他放的資源從來是很少的，如果有文化局，我怕他那些錢原來是投放多一些在那些所謂文化產業啊。反而民間那邊呢，真是一些跟一般人有關的，未必是會水漲船高咯。所以其實文化局他第時制定文化政策，他要是做主流以外啊，我自己覺得即是令到整個文化是有一個真的多元發生到的土壤。市民的支持，市民的簽名，對我們保留校園是非常有用的。很危急，只剩38日，我們學生希望盡我們的力量，在這段這麼短的時間裡面去籌錢，籌到300萬。雖然這個是一個機會很渺茫，但希望我們作為學生盡到我自己的力量 去幫到我們的校園。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面臨迫遷，月底約滿就要搬離原來的校園，但有可能要讓路俾藝術發展局做辦公室。藝發局係咪真係咁必要搬嚟一個古蹟呢？籌到錢之後，希望可以繼續租用呢一度，最少一年，
然後換討論的時間。一個是個藝術院，一個藝術學院應該是怎樣的，一個文化發展應該是怎樣的，不要讓這裡很隨隨便便就當是一個地產項目這樣就轉租。我成日舉一個例子，就是台灣龍應台部長這個例子。他以前在台北做文化局長的時候，有一天他是收到人通風報信，就說有人去想去即係成棵樹連根拔起，咁呢個原來係路政部門嚟嘅，原來佢哋就要擴闊呢條道路，咁覺得好理所當然地咧，就去斬樹啦。龍應台一聽到之下咧，佢就匆忙趕到現場啦，咁就企喺棵大樹面前就話：你哋唔好斬字啊咁樣。咁啊，其實呢個例子係只係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我想作為一個文化局長，如果是看文化，純粹是藝術的話，純粹唱歌跳舞的話，那我想他做的事就會少的。文化局長呢都要有一個視野，他可能要去敲很多道門，是要將文化的觀點呢是引入其他的政策。